刚才那个安迪好像偷偷这样笑我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宏，我是莹莹。今天我们又要来 PK， 就是玩这个 Balance IQ。其实我不懂它的名字是什么嘞，敲冰块是吗？应该是了哦。今次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盆定输赢。输了的那个人就要去跑街，从家里开始跑到去街尾，然后再跑回来。太久没有做运动了，我们，所以也是啊，你没有，也是啊。所以输的人就要做今次的运动，太健康了哦，这个惩罚太好了啊。谁先？我请。OK。这些有智慧的游戏，实在不是我那番的。快点啦！开始了，哇，好像很紧张哦。真的是很慢哦，你想的东西，哇。哇，四个将快结束了，哎，看着哦，一下，哎，注意点哦，你点咩？这里不会啦，哎，我是 clever boy， 哇，啊，一个肥仔来跑步咩？要愿赌服输吗？我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人，等一下就去跑，等我。准备这样晒，其实很晒，我才不要去，很黑。还喝酒？现在我就去跑了，但是有人呢，好像有点惊这样的。OK， ready， go。那些人。不会笑我傻了，我敢讲呢。啊，不，愿赌服输 ，Go， Let's go， Baby。现在有这样八个人都没有这样跑过了。OK， Go， Baby， Go。这番薯跑了的番薯过人，真是。好样衰呀你！刚才那个安迪好像偷偷这样笑我嘞。有人讲赚多些跑的。哎，你分了，你分了啊！你的头，冷静吗？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给一个 like， 然后也分享去给你的朋友看看。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，记得订阅我。订阅了就按下旁边的小铃铛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惩罚的方法，就在下面留言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。Hey.